既然觉得喜欢，就给你的女儿拍一单，就给你的老妈拍一单，或者对你最亲的那个亲人拍一单，女性的亲人。他们说没有大码子吗？怎么有些东西不可能有大码子的，知道吗？懂不懂？孩子穿的嘛，就是。哎，对对，我们做大码子，我们之前做过，但是我跟你说句实话，大码子我们都后面都消费了，因为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他们很多这种大码子，对不对？他们卖不出去。我说实话，我们做生意，阿伟，我说实话，我一直跟你说了，做生意我们可以亏钱给我们的家人们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迎合市场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嘛？是这样的。我说我这个人很知道。他这个的话，平时你们也不要怕脚臭啊，或者就是说什么。穿着热什么的，因为它是像掏鞋一样的感觉，知道吧？很休闲的，你们穿着很休闲的，而且线下就是现实中很多人穿着这种鞋子的，我都看到过的，都是有高级上档次的，但是他们绝对不是说这个价格拿下的，知道吧？不是说十三名能拿下的东西啊。你把这个鞋子穿出去，家人们，我说句实话，13.9，13.9，知道吗？13.9一个快递费，家人们。我说实话，对不对？不要去讲究那么多。这个鞋子我为什么看到没有？我们三双鞋，对不对？中间是你自己，你是顶梁柱，旁边是你的老妈，是一生养你长大的人，这一边是你的女儿，知道不？是，对不对？是你将要养一生的人，懂不懂？所以说这三个人都很重要。所以说同穿一款鞋，同走一条路，懂不懂？反正线下买的话，买双套鞋都13块钱，买双套鞋都买不到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家人们。阿伟，不要拿线下的品质来跟我比，好不好？这个我说了，这个是一个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买的不是鞋，买的是情怀，买的是买给你老妈、买给你女儿的一个叫情同三姐妹，懂不懂？确实。因为没有人会嫌弃这个款式老土，知道吗？你买给你女儿，对不对？买给你老妈，买给你老婆，绝对不丢脸，懂不懂？家人们，这个鞋子我跟你说实话，家人们就告诉我熟不熟气，如果熟气给我扣一，不熟气给我扣二，好不好？对，觉得不熟气的给我给小号点个关注，对，谢谢大家。对，来，我看有多少人扣二，我看多少人支持我，现在还有七单，家人们，阿伟你看一下是不是还有七单？对，我没骗你的。最后只有七张了，家人们，拍了就下了啊！你们需要的，心动不如行动啊！13块钱没有必要犹豫什么，直接拿下就行了，对吧？就拍一个阿伟和吴祖的一个人品啊！你们收到货了，你们能感受到的，值不值这个13块就 OK 了，好吧？对，这个码子，反正鞋子的码子的话，你们它是有点就是。有点偏大一点的那种吧，就是你们买的时候拍的时候，这个就看着自己脚能穿就买就 OK 了，知道吧？家人们，我觉得正常的脚都是女性的脚都是在41左右哦，就是说往上的走是41，往下的走应该是35，应该这个码应该基本上是有的，知道吧？基本上是有的啊，但是有一些这个我们没办法，因为我们是做生意的。如果说改天我们有机会的，我们也会给大家满足大家。我跟你说了，阿伟，这一次我回来，仓库的货多了太多太多了，懂不懂？所以说你放心，家人们也是有福了。对，对，家人们都能理解，对不对？我老吴这个人啊，我说实话，我这个人比较真挚。比较真，我不会跟别人要说假话。哎，什么这个码没有了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库存没有了，我不会跟大家说没有就是没有了。对，我就是没生产。我说实话，有些码我就是没有生产，因为我是做生意，对不对？家人们是我的家人，我跟你们说实话，我不跟你们藏着掖着，知道吧？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藏着掖着干什么呢？没有必要。那37码就要买38码。这个是拖鞋，可以买大一码的，没有问题的，懂不懂？没有问题的，对，做生意的人都懂，对不对？包括我们上班族都懂，对不对？人首先要自己活着，才能，对不对？制造更大的价值给家人们，懂不懂？对，没有了吗？还有一双，
你自己看嘛，还有一双。对，还有一双，家人们只有一双了。你们可以让阿伟告诉你们现在多少单了，没人都没了。他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的，家人们既然想要，理解我们对不对？我就愿意给家人们放一波福利。最后一个，家人们需要的赶紧谁抢到就谁的了，然后就下了。对，来家人们给小浩同学点波关注好不好？给我这波的这边点波关注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给小浩谢谢谢谢。气死我了，都不经常被别人那个啥了，不过了，我被系统搞了。还有没有更好的？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没有？没有了，没有。我大哥，我是在家里面。我说了，我今天给的这些东西都是带回来家使用的。那你去公司拿下来的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不是我拿回家的呀，对。那今天给你看一下，啊？那你就他们拍到的，今天晚上拍到的，联系他们发货就行了。我明天安排他们发一下，好吧？没有，我在杭州家，他们在杭州家里面。在杭州。明天早上跑步，如果说你们想看我跑步的，可以关注一下小号，好不好？对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应该忙完这几天就回来了。我要把这边的事搞好呀，兄弟、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又秀恩爱，算了，我真的走了。你们一秀恩爱，在公司也是看你们秀恩爱，回来了还是要秀恩爱。糟糕了，糟糕了，吴总打个招呼。哎，吴总。我怎么掉？干嘛了？刚刚干嘛了？阿伟没接你的吧？哼，女人，知道吗？阿伟说还是兄弟重要，不能让兄弟在这里吃狗粮，知道吗？那你回家吧，沙发都没有你的份了。好，那我走了，我走了。那个阿妹，你慢慢聊一下啊。拜拜，我走了。阿妹，拜拜，兄弟们。阿妹，吴总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想吃烤全羊了。我以为你想我了嘞，正在吃烤全羊，也想你了，也想你了。你这样子好不好？你这样子，现在我看小号多，不，小号现在多少粉丝啊？现在小号是1573。如果说你给小号涨27个粉丝，我就早点回来，我把烤全羊早点订上，好不好？那你说一下，我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个。等一下，你先看一下这个找你。啊，你。刘叔，我等一下跟你这个私聊啊，因为我到时候查一下。你长吧，没有，刘是我刘叔这个，你说。刘叔好。嗯，你说。我怎么说呢？家人们给小号点关注，小号是个小帅哥，可以了吗？我看一下嘛，长了两个了。长了两个。还差25个。两个也够了呀。我说要涨到1600，要涨还要涨25个。1600要求太高了吧？要求低一点嘛。大哥，你就涨25个粉丝，你要求还高啊？25个粉丝，我就放小号早点回去。那就小号一个人回来吧。又涨了两个，你刚刚说了一句话，又涨了两个。家人们给小号点关注，他确实长得挺帅的，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喜欢谁啊？你猜呀。你猜呀。我猜什么吗？你又不喜欢我。真的是。晚上好。你是不是喜欢阿伟啊？这种类型的呀、啊？怎么像帅的呀、啊？我。差不多嘛。这不明摆在那儿了吗？你还要问？我兄弟这么喜欢你，你竟然用差不多三个字，你什么意思？都明摆着了，这都不需要问了呀。没说好啊，这样子，我说实话，只要你在直播间说一声喜欢阿伟，我这里我跟你说，直接涨到1600，你信不信？家人们支不支持？如果说阿妹她说她喜欢阿伟，
你大家一起给小号点点关注，行不行？行的话给我扣个一。我可不可以偷偷的说？我这样偷偷的跟你说。不是你跟我说干什么？我还跟家人们说。看到没有，家人们都说给小号点波关注，看到没有？已经有25个了，我现在只剩20个了。说吧。你刚刚不是说25个吗？现在你又涨了呀，你刚刚又说了几句话呀，又涨了2-3个。怎么说啊？怎么说啊？你就说，从今天起，我的世界里面可能没有别人。你的眼睛好深情啊，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嗯，说一下嘛，嗯，就是深情的眼睛。从今天起。对啊。对呀、啊。从今天起，我的眼里就只有1.9米的阿伟了。可以吗？从今天起，我的眼里就只有1.9米的阿伟。来。从今天起。我也只会喜欢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二妹。家人们，还要不要回去？还要不要回去？不回去了吗？不回去了，没意思了，家人们，没意思，家人们，你看到没有？你不说，现在又才涨2个，还差18个，你说出来吗？大胆的说出来，把你的心里话。大胆的说出来，我刚刚说了，懂不懂？我刚刚说了呀，我说我喜欢1.9米的阿伟啊，1.9米阿伟又不是1.9米，1.8米，不回去了，不回去了，不回去了，没意思，啊、还是考去啊，1.75米的阿伟，1.75米的阿伟，不要说1.7米嘛，让家人们知道他真的1.7米嘛，你就说，我就1.8米，他1.88米，他跟我说的。不是我们能不能不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直接大胆。那我现在我就当一个记者哦。好的。我采访你。好的。对面的女孩，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？阿妹。阿妹，哦，阿妹你好。你好。好好好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不要说了，不要打断我说话。阿妹你好。你好。你有没有一个让你觉得能够托付一生且你很喜欢的人？有没有？暂时有一个。聊完了没有？你们两个。阿伟，我要打人了。阿伟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真的你不单单说出来就没意思了。嗯。请问对面的女孩，你长得如此漂亮，我可不可以知道你的名字？我叫二妹。你回答可以。我再问你，那我说啊，好不好？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。嗯。对面的女孩，你长得如此的漂亮，又这么年轻，你的眼里面仿佛充满着一个人。请问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那直播间现在有1800人，你大胆的说出来你的名字好吗？我叫二妹。哦，你叫阿妹哦。好。阿妹。你今年应该只有18岁吧？19了。19了，那因为我感觉你永远像18一样。然后我想问您一个很深情的问题，你愿意回答吗？愿不愿意？愿意。愿意啊。愿意。我刚刚说你的眼里藏着一个人，那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觉得此时此刻能够值得你托付一生，且你在。最爱的一个男孩有没有？有一个。哦，对，有一个，是的，嗯。然后我想，对不对？这个男孩肯定足够优秀，也足够认真，也足够爱你。
对不对？嗯。嗯是什么意思？对或不对？对嗯，就是对。对啊，啊对，我相信这个男人，对不对？为了你，他可以放掉他生命中的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也可以抛下所有对你好。那你可不可以大声的告诉直播间差不多2000多个人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阿伟。阿伟。嗯。是那个家人们都认识的阿伟吗？可能是吧。可能是，到底是或不是？是是是。那你愿意把那个阿伟拉进我们的直播间？他的衣服然后他已经进来了。啊？他的衣服都已经进来了。不是，你能不能让他的脸进来一下？像他。对了，手已经伸了。他要一步一步进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就我们进行第二步，把他的身子挪进来。我拉一下嘛。哎，拉一下。哎呦，那个，尊敬的阿伟男士，你要搞什么鬼嘛？啊，在这里。你刚刚有没有听到阿妹的言语？听到了。开不开心？没事的。啊，确实开心，确实开心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我们的这个李晨两个人都开心了，我会早点回来的，我会早点安排上这顿烤全羊的，我希望有烤全羊的那天，我们还有更多美美的故事发生，好不好？好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今天看快不快乐？告诉我，家人们来，快乐的话，全屏给我打一个快乐。好不好？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好好当一下主持人就行了。开心快乐，对不对？来，家人们，开心快乐，给小号点点关注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来给小号点点关注，家人们。对，我不是个人才，给大哥点点关注，家人们。我不是，那在家人们面前，我们远远都是个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远远都需要你们的陪伴。都需要你们的支持，更需要你们的呵护，好不好？我希望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对不对？你们能够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。我希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说，我们能够让你们开心每一天，就是我们就是阿伟、阿妹，还有我，以及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那兄弟我就撤了，我回家陪老妈说说话。好。拜拜。家人们可不可以？那我就撤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早点回来。好的。等你的烤全羊。我做梦都在想，挂了。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，你做梦都在想。我说我做梦都在想那个烤全羊。哦，那想吃一个烤全羊，这阿伟哥给你安排就行了嘛。这搞的这一天天的。啦啦啦啦啦！你确实白了一点啊，我发现他过来之后白了一点，嗯、但是他不是白，他是黄的。哎呦喂，耳朵有点痒。我耳朵不痒，我不怕痒的，家人们。再吹一下，再吹一下耳朵。你吹一下手机的耳朵看看。白了是吧？他我感觉他不是白的，黄了。没有在那边的时候那么黑了。你的意思我帅了一点吗？真的是。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修机给你看一下吧。我不想看。那肌肉给你看一下。不想看。阿伟哥，肌肉给你看一下吧。看了也没用。啊？你这个。好看吧？展示一下阿伟的身材给，看到没有？展示一下阿伟的身材给二妹看一下啊！我看不见，我的眼里面就只有我。前两天我去偷偷的练了一下，把这个八块腹肌和这个。你有八块腹肌吗？肯定有啊！想看吗？嘿嘿。肚子上的肉确实少了一点点。想看吗？抖一下这里啊。我不抖，你自己抖吧。看。晚安，拜拜。还会抖拜拜你看。
就是刚体验的男人，知道吧？又帅又可爱，又有笑容，对吧？油腻。油腻大叔吗？早点机会是个龙宝宝吗？来不及了吧，家人们。要不今天晚上我睡这儿，今天晚上我睡这儿了吧，就可能还来得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生龙宝宝了，家人们。来不及生龙宝宝了，来不及生龙宝宝了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二妹，嗯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温柔可爱。